诗篇71:9，求你不要在我年老的时候丢弃我，不要在我力气衰弱的时候离弃我。天父，我们谦卑地来到弥的面前，为教会的年长者向弥祈祷，求弥赐给他们智慧和明辨，让他们能够以弥的眼光看待事物，以弥的智慧来引导和影响教会的发展。求弥的圣灵充满他们的心灵，让他们深深领悟弥的应许，坚信弥所应许的必然成就，并在生活中见证弥的信实和恩典。求弥感动教会的每一位成员，让我们尊重和学习年长者的智慧，与他们同心合意地一同建立弥的国度。愿教会的年长者成为教导和榜样，引导我们更加亲近弥，活出弥的旨意。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